好，看一下，我们的对面是阿龙跟唐妈。黎明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做大事的计划。我们的计划是这个。灭了他们，灭了他们。啊。太远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再来的。要玩吗？挺好玩的。来了来了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你们两个来了。我们准备一下，我准备。还是别在这里滑比较好一点。他们一来就走吗？他们现在在哪？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个。阿龙，来照相。看不见啊，过来一点嘛。他黑黑的。有默契。你也是西瓜耶！哦，不爱。哦，不爱嘛？确定不滑吗？坐的帅点啊！稍啊，等一下。三。一。二。三。你。不要这样。谢谢你们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吗？你敢吗？我不下去了。你们。哎。怎么有点臭啊？这里可能有点臭啊！你们撒腿，你们那边撒腿是臭。你要上下来，你上开到了。你们撒腿，你上开到了。阿罗，跟我干掉啊！阿罗，伤心啊！我就干你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喂喂，水进来了！不要不要，等一下。啊！好，谁要下来？李明，下来。不下。喂，不下，我没说我要上。阿龙，你换好球，我们走掉了。三号。我干你嘞！哈哈。看我的气功。哥。啊。你把它放在这里吗？他们会骂。拘留啊！阿龙，你拿着那个鱼竿一起去钓吧。就接在上。你下来跟我一起去。那他跟刚刚一起去。就接在上，上了就算了。哈哈哈！哎呦，你还有武器？如果是他，他不进我上来，我到鱼壳里跑去。下来吗？下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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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。太不够意思了，你们两个。还不够意思呢，给我追上来，你还够意思耶！就是这里的那种，他们会骂的。鸡鸭龙，再追阿龙来吗？有鱼竿，有鱼竿。那个鱼竿被你捉了。哎，还要还下鱼竿吗？你们收拾一下吧。不用收了，留这里得了。走吧。真的要留在这里吗？拴在这里吗？拴吧，啊、随便吧，反正也是在这个鱼塘上了。我怕断掉啊。你讲到我心痛了。你要上来吗？我先拴这个一下。喂，阿梦，又有什么事给我好好的拍照一下？什么、啊？你要帆船说一声一下。真后悔了。你确定你不下水一下吗？我确定。啊！怎么啊？你要这样就行了。